谢娜怀孕，张杰示爱，半个娱乐圈线上祝福，都说张杰谢娜是大女人小丈夫的典型，但实际上谢娜可是因张杰受了不少委屈哦，甚至被张杰的前女友段熙在后台狂扇耳光。段熙1981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，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，跻身全国16强，也就是在比赛中认识了同样参赛的张杰，两人是老乡，又因比赛结缘，好感倍增。在比赛期间就被爆出恋爱传闻，但是据女方说，张杰因为害羞并未表白。2007年已经作为歌手的张杰参加快乐男声期间，张杰传出和谢娜的绯闻，因此有传闻说当时还身为张杰女友的段熙进入了快男后台，当着很多人的面竟破口大骂张杰陈世美，还怒扇谢娜两个耳光。当时的谢娜已经很有名气，而谢娜为了不影响张杰比赛忍了下来，甚至还在关键场次为张杰伴舞，这才是真爱。再后来段熙暗讽张杰在利益诱惑下劈腿，甚至在博客上写下自己的心路历程，现如今闰土夫妇经常一起高调秀恩爱，而段熙却仍是形单影只。